啊，你告诉我姐姐什么问题啊？我想解决我最主要的问题。哎，我看见那个人呐，感觉这样晃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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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好像是在摩天轮上。刚才我不是说看到那个摩天轮吗？好像那个现在的那个人感觉在那个摩天轮的篮子里边。感觉那个摩天轮篮子里边，摩天轮篮子里边，摩天轮篮子里边，后来那个飞碟啊，速度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的话，卷起来的风啊，卷起来的风啊，把那个其他人呢，住在篮子里的人呐，住在篮子里的篮子都倒扣过来的，呱呱呱呱呱，就是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之下，在翻跟头了，那个篮子在翻跟头了，在翻跟头时，头有的着地的是就没有跪在的头都胀到了，有的人屁股胀到了，他说就是，所以说我一开始就看到摩天轮，确实看到摩天轮，它是围绕着摩天轮那个方向在转的，它隐蔽比较隐蔽，隐蔽都在围绕着摩天轮在转，这样的话让你看不到到底是它是否是出现了，然后呢，随着摩天轮在转的速度呢太快的时候，它旋转有风的嘛。疯了就把住在摩天轮里的那个摩天轮里的人，就是没有任何征兆，速度太快的这个摩天轮在翻跟头，就篮子在翻跟头的人撞到了。你继续从那沟通啊。你说你这样的测试方法，给别人也带来困扰。你这样的测试方法给别人也带来困扰。你这样的测试方法，给别人也带来了困扰。好多人住在摩天轮里边的，在观察的人莫名其妙，那个摩天的篮子啊就翻滚了，人在里边摔倒了。翻滚一个，然后就摔倒了。有的人摩天轮翻过来的时候，人直接头朝下撞了，撞到。摩天轮的下侧了，哎，对，因为那个随机的嘛，撞到哪里算哪里了。你说，我不喜欢这样的测试方式。哎，你可以测试我，但不要影响到别人。哎，你说了一个。经过最近的观察，最近的观察，你只在灵牌当中的观察。你说我感觉，我经过最近的观测，你们外星人，也就是我母星上的人，并不了解地球。地球上好多你们不了解，地球人也不了解你们。双方都不知道对方是怎么生活的。当说完这句话，当说完双方都不知道怎么生活的时候，那个飞碟就往后退了一点了，感觉离你太近了，也表明离地球人太近了，他往后退了一点。你说，最好下次要测试的时候，你提前半个月，以比较温和的方式。先提醒我，让我上线。最好你下次要测试的时候，先提前半个月，以温和的方式先提醒我，让我上线。哎，上线以后，我们再沟通。上线以后我们再沟通。我们也可以这样约定一下，我每半个月上来一次，相当于我们互相之间通知电话。就像我们通知电话，就像我们通一次电话。哎，这样的话，我们既不会丢失信息，
你们也不会给地球人带来困扰。哎，他们想，哎呀，这个房子好，这个房子好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以后你就每半个月，你说我要给我母亲基地，你说成立个基地啊，同你联系的成立那个基地啊，我要同母亲基地联系一下子，看看他们有什么信息传递给我。那有这个电话打过去，他说告诉你没事啊，有事告诉你啊，有事啊。这样的他不会用这样的来测试的方式，或者用激烈的方式，或者给人类带来一个麻烦的方式。这样就避免了很多困扰，就像刚才那个让，不但让你投缘，还好多人那个在那个摩天轮的轮子里边，摩天轮的轮子里边就摔倒了，在那个篮子里边摔倒了。所以我一开始来转的时候，我就看到那个围绕他的。后来你说了一个哦，那叫摩天轮，对，就是摩天轮。后来的摩天轮推起背景推起以后，我就是只看到飞碟的时候，我说这样转吧。实际上他是在那个，刚才我仔细一看。他就是飞的时候就围绕着摩天轮在飞，围绕着摩天轮在飞。后来我盯着那个飞碟看的时候，后面的摩天轮就看不见了。后来现在我排的刚才排的时候，第二次排的时候就看到了，他在那飞的时候围绕着摩天轮在飞的时候，卷起的风啊，让摩天轮里边很多人滚倒了，胀痛了。这个胀痛的人，胀痛的痛就是你现在的痛，就是摩天轮里的人胀痛的时候，胀倒的时候引起的痛。然后。前面呢，我们就不知道问题这么严重，只是以为你影响到你一个人头痛，一个人的头晕，还没涉及到头痛。那么我们约定了，就是我们用比较温和的方式，怎么来联系？但是刚才根据刚才那个的情况的话，看是那个我们前面的约定啊，还是会给别人带来困扰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改了个方式，一个就相当于就我们就采取每半个月。通知计划的方式，相当于就每个上去临拍一次，给他看看有什么信息。这样的话就不至于搞得人身体很伤，或者产生异样的疼痛，或者你在外面的时候，你在外面要干活的时候，突然引起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了。那你就后面就采用这样的方式啊。但不一定是你说那个半个月就不一定要真的那个，一定是半个月。比如说你要以后有什么事情要做了，感觉后面几天不方便。那么你提前就同他们，通话一下，比如十三天的时候通一下，有什么信息来传吧？他告诉你，也许他会告诉你一些并不太重要的事情，也许告诉你很重要的事情，也许告诉你这段时间，没有什么事情，这样呢就不至于把你搞得那个像今天这样，头晕想吐，后来你说还有头痛的情况，我一看你个头痛情况，我连忙就上来，赶紧处理，不处理的话到时。会疼痛更明显，越来越明显的时候，人就这个几分钟之内，就搞得很痛苦，很痛苦嘛。他们明白了这个意思啊，明白这个意思以后，他们对着那个摩天轮说对不起啊，他们那个对着摩天轮说对不起啊，他们那个手啊伸过去啊，这个手，这个手一捏的时候啊，把它伸过去，把那个一个个摩天轮上的篮子把它扶平了啊，他们说了个对不起，对着那个篮子对不起对不起啊。甚至呢，这鞠了几个躬啊，说对不起，以后再也不无缘无故的跑到地球，表面来影响大家，以后也不再，无缘无故跑到地球的领地里边来影响大家啊，对不起啊，然后他离开了，现在离开了啊，是那个站出来的那个。那个痛是那个篮子里的人的痛，现在你就也跑到你身上了，这个是那个篮子里的人胀了头摔倒以后那个症状啊。是啊，是胀了那个，人家说脑震荡，那就是脑震荡。那个是这样，有的人是那个摩天轮啊，在上被他一吹，有风翻过来了，翻过来他又上面没有什么安全带什么之类的，有的人那个停留在那边的，嘣一下子头摘下来了。摘下来一个头着地狠狠地胀了一下，顶在上面当里边胀伤了的那感觉，是两个信息。刚才你说头晕想吐，第一次说没说头痛是吧？你说头痛想吐的，反正他第一次拿给我的是告诉我那个，
后来你第二次再强调的时候，第二次再来强调的时候，就出现了那个，还是他同件事情，头痛是那边的人晒到的哦。哦，现在又没看到什么其他事情了。我老师关一下摄像头。啊，好。